为什么要纪念他？现在开始啦！现在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时间，因为有一个挺懒惰的人，今天呢，他做了什么呢？哇！先看看这个，是 leftover， 但是呢，是他昨天煮的，啊，前天。你可以不用说什么时候煮的吗？然后。这个菠菜啊，看起来很好。其实你的相机的线刚刚动到咕咕了。哦，就是刚刚就是动到这个咕咕，这个包菇，香包菇，然后这个很香的三明鱼，还有西米露。大厨，访问一下，今天受了什么刺激？因为他中文说错太多次了，啊！但是我真的很开心，因为他今天真的很健康啊，吃饭，他啊，今天吃薯片啊，做早餐。rice 什么那个什么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来的，吃午餐，终于现在好健康啦、啊！大家好，许妈妈，我是健康的。许妈妈你好棒啊！不是要send给我妈妈？对呀、啊，要赞扬一下你，还有这个也是可以证明我沈姐妹说的，许姐妹已经可以嫁啦，她十一月之后，我就是她可以嫁人啦、啊。好，我们吃饭了。你看他已经急不及待，迫不及待都说不好哎。录完了。我看你应该哎呀，还在录啊！停，不是要怎么停的？我不知道怎么停这个录影啊。